嘿、hey, 大家好，我是警长，今天给大家讲个泰国恐怖故事尸还魂。在泰国民间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凌晨三点是一天中阴气最重的时候，也是医院死亡几率最高的时间。鬼魂属于磁场的一种，它们可以吸附能量而显影，而凌晨三点正是人类能量最低弱的时刻，因此这时候最容易撞鬼。中国民间的殡葬习俗中有头七这种说法，在泰国则是三天还魂，就是人死后的第三个晚上会回来。没有人知道这些过世的人为何要回来，或许是回来寻找挚爱，又或许是回来复仇。便便男是一家扎纸店里的学徒，这天晚上在做扎纸的时候，无意间 iPad 上的 Facebook 收到一条信息，打开一瞅，便便男直接吓尿，居然是几天前车祸死去的基友阿良发来的。便便男一个劲儿道歉，显然是做了什么亏欠阿良的事情，内心有鬼啊。同事见他惶恐不安，就好奇地问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便便男就诉说了自己身上发生的灵异事件。在阿良的葬礼上，两个龙套男在灵堂上嬉皮笑脸的毫不欢乐，对朋友的死没有一点的尊重。等到便便男抵达这里时，两个龙套男还出言不逊，恍惚间便便男就看到了阿良的鬼魂。紧接着又有一对情侣抵达这里，男的叫他小白脸，女的就叫他骚骚妹儿。骚骚妹儿原本是阿良的女友，结果可好，阿良死了不到三天，两人就光明正大的搞到一起，还成双入对的来祭拜阿良。再加上阿良的死与两人有直接的关系，那阿良的棺材板还能压住了？气得阿良从棺材里滚了出来，差点炸尸。原来啊，三天前骚骚妹儿劈腿帅帅男被阿良给发现了，阿良气不打一处来，劈头盖脸的就给这对狗男女一顿教训。结果呢，帅帅男拉起骚骚妹儿骑上机车就开始跑路了。阿良不甘心就这么放过他们，薛日定骑着机车就在后面肉肉的追。阿良低头给骚骚妹打电话，骚骚妹不接，完了阿良低头继续打，结果分神一下就怼在了路障上，阿良当场死亡。转场之后，几人聚在一起商量阿良的财产分割问题。几个人前几天跟阿良做了些违法的事情，有一笔赃款会打到阿良卡上，而卡的密码在阿良的手机上，如果想拿到赃款，那么阿良的手机和银行卡缺一不可。于是他们兵分两路，便便男去阿良家里找银行卡，其他人则去车祸现场找遗落的手机。咱们话分两头说，便便男来到阿良家里找卡，结果看到了阿良的鬼魂。便便男想要逃跑，门却死活打不开，刚要从门玻璃荡出去，搞笑的是门自己开了，因为没有受力点，便便男直接荡到了楼下，把自己给摔晕了。迷迷糊糊中，阿良进入了便便男的梦境。阿良一直把便便男当作亲弟弟看待，便便男也视阿良为偶像，所以他对阿良的死是真伤心真难过。他要这笔钱也不是为了享乐，而是完成父母出国旅游的愿望。所以阿良并没有伤害便便男，只是告诉他拿了自己应拿的那一份钱后就退出吧。等便便男醒过来之后，银行卡就在便便男的身边，阿良则在二楼凶狠狠地注视着他，吓得便便男拔腿就撂。另一边的四个人就没这么好运了，帅帅男和骚骚妹分开找手机的时候，同时受到了阿良鬼魂的恐吓，但阿良并没有直接弄死他们，只是让这对狗男女体验下死亡的恐惧。帅帅男扶起骚骚妹拔腿就撩，那两个龙套男以为他俩找到了手机，想要私吞赃款，骑上机车就要追上去。这时候其中一个小哥接到阿良打来电话，愣神之际被阿良鬼魂控制的卡车直接撞死，手机里还放着两人灵堂 K 歌的视频，这就是两人死因。而带着骚骚妹逃跑的帅帅男骑着骑着就被背后伸出的几只鬼手控制翻了车，帅帅男被阿良的鬼魂按在高速旋转的车轮上，毁了那张帅脸狗带。阿良的鬼魂最后也没舍得对骚骚妹下手，反而把发来的密码转到了他手机上。哎，真是一个痴情的人。哦，不对，是痴情的鬼。阿良虽然放过了他，但他也难逃一死，被马路上疾驰过来车给撞死了。便便男目睹了这一切，胆战心惊的拿着手机和卡来到 ATM 机前取款，卡里有100万。便便男取了自己应得的10万，之后动了贪念，想要再取点。结果阿良的鬼魂控制 ATM 机改了卡的密码，还吞了卡。便便男虽然活了下来，但他的后半生也一直活在对阿良的愧疚之中，总能时不时的出现幻觉，看到死去的阿良。尸还魂的故事就此结束。您的点赞、评论、转发、收藏都是对